优秀呢，吼、哦，这个到青年优秀呢，得到2次总统奖，总统教育奖啊，优秀优秀，嗯，真的优秀。嗯，这个手机照片哦，也可以透过什么程式变成那个字，就变成可以复制贴上的呢。那用那个大声朗读也可以朗读，也可以那个变成录成声音档，制作影片就可以把那声音档叫出来呢，做配音录成影片。啊，那个电脑逐字念哦，中英文也可以一起念，安装其他国语文的也会念呢，日文的都有试过了。那个程式叫巴拉波卡（BALABOLKA），巴拉波卡是俄文，意思是喋喋不休，哦，就是会一直念一直念，一整天都在念。所以那个电脑记忆体要4G 到8G，这样比较不会宕机，比较顺啊，比较不会中途停顿，比较不会跳读，哦，这样比较好。